Resort World 亚洲的美食小吃街。我们点了很多样东西，非常多。我们一早来就来这边占位置，它都还没开我们就来了。对，那这边很方便，然后点餐都是用点自助点餐机，然后他会送你餐点好的简讯到你的手机里，然后你就依循去点餐，然后上菜速度也非常的快。那我们今天点了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点了炸鸡、海南鸡，然后一个非常有名的新加坡的20年老店的煲仔饭跟脆皮猪饭。开动！开动！开动！是松露饭。你刚刚说啊，我拿到松露了吗？没有，香菇，就是香菇，一般香菇。我现在吃的这个是20年的煲仔饭，对，好吃，肉很嫩。可是如果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会觉得可能有点偏咸。没办法，它有好有那个锅巴，超爱锅巴。但老实说，我觉得就是饭量都偏多，不够紧。不过它毕竟是 food court， 所以我把蛋黄打开也会揍我嘛。我会不能把这东西吃掉，吃干净。凯凯平常是一个不太吃很多白饭的人，那今天为了狂观众们就是破例，你觉得猪如何？就 be honest 吗？好像有一点干。那肉真的很少哎、欸，整锅的饭肉大概是三片。现在这道是海南鸡，然后它真的有三种不同的蘸酱，辣椒酱，然后还有酱油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姜蓉，然后还有。它是去皮的哎、欸，哎、它是酱油膏哎、欸，哦，我觉得鸡肉可能解冻的时间不够久，鸡肉是冷的，蛮干的，鸡肉是有点冰，蛮冰的，老实说有点失望。蛮失望的，文东记，文东记到底在红什么？因为洛杉矶是一个很多海南鸡饭的地方，对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之前有一篇文章也有介绍洛杉矶，就是最推荐的四家海南鸡饭。以洛杉矶人来说，我觉得鸡肉随便熟地上都可以比这好吃。吃一口它的饭，我要回去吃我的煲仔饭了。你最喜欢吃哪一个？煲仔饭，你呢？可能也是吧。炸鸡感觉很厉害，最后好像是用黑糖去调味。因为我们刚刚点餐的时候已经特别选了，就是因为它有什么 hot mama， 然后什么 spicy chica。我们一早吃 hot mama 有点太 heavy， 真的。它的外层的皮好像你可以咬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吃到有一层调味粉，对，调味料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又觉得有一点像我们之前吃那个炸鸡堡的时候，你说。Stay Bird，有点像。这还是蛮辣的。我觉得我的结论就是，来到美国还是吃美国人擅长做的菜就好了。一份餐点平均大概15-16块。觉得很爱吃饭的，这个确实。还有男生们，男生们来这边就可以吃饱。为什么吃饱有种空虚感？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，这四道最大的败笔可能是海南鸡，就鸡肉本身哦，太没有特色，然后太冰，然后又很嚼劲，有点柴。对，是可以做的再软嫩 juicy 一点。我们是不推荐啦，不推荐。不过如果你想尝试，你还是可以来试看看。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尝试到的一株之菜，像是山东饺子啊，还有一个炒果。然后还有个日式串烧，然后 sushi， 然后还有个美式 barbecue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